这话到底是谁的？还我！你，这是古代的东西啊。说，哪里的？我的。<笑>小孩玩的东西。<笑>这是古代的东西。啊，说，您呀，别问他，我们这孩子傻，这前脚跟后脚都忘了。那你说？ 哪里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非说这是古代的东西啊，没准这孩子昨天上后山去玩去，下大雨把那个野坟给冲垮了，然后露出来的，没准是。太君，太君，这是棺材，广丁说的，不会在平民的坟墓，你很不老实。 太君，这个事儿我好像知道一点。你刚才一说皇宫，我想起来了。当初啊，我听镇里那些老人说，这边有人进宫当妃子的，没准死了以后又葬回乡了。对对，我好像也知道这件事。带我去后山。 我要砍桥，后山那么大，你们就这几个人，再说，也只是个猜测。带我去后山。是是是，齐元准尉，您看，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这看木也不是一时半时的事情啊，要不然等明天天一亮，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再去看木，怎么样？哈。<笑> 你的枪，三颗子弹，就给我配了三颗子弹，几年下来也没用过。这样的弹尽枪，署长说的，拿枪的要从人口最多的家庭里选。我们龙家拴着一大堆性命，打死也不肯造反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不允许吃证。 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不得离开霸下镇。御殿前，俺は京都大学の歴史学科で学んだからよくわかる。宮廷の品は平民に流れにくい。これは匂うな。いいか、村から一人も出すな。いいな。はい。はい。 Thank you.
佛信道还是信上帝？信啥都没用了。哎，聪文啊，这个月的纳权我们还交不交了？一定得交，要不然就没有东西给小鬼子陪葬了。哎，大师弟，别，南姐，孩子还小，南姐，来，大姐，来，好的，好的，怎么回事？孩子需要喂奶，离不开谁？如果孩子再醒，他想哭，可是喂不了他。做母亲的，我是什么心情呢？
你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啊！站住！哎，住手！栾山武工队江红英借马屁一用，多谢了。站！哎。覚醒してから動き出し、当たったはずです。あいつの殺した汁。早く行ってみろ。行くぞ。按我的步骤去做，马上停船，把货船里的通讯设备搬到这儿来，调转船头去霸下镇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正规战役，我们不接受投降。龙九，杀过敌就不算学员了。
有没有听见？啊！换水车。放下！哎呀，我真的打死他！陈天，你就不嫌费事吗？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他？我相信，我数到三，你试一试。一，二，保险关了，你当我小孩吗？老子今年28了。区域林木较为稀疏，大家小心点。好，看到人了吗？跟我估计的一样 ，S 一阵型，中间区域为最前沿。别一有机会就吹嘘自己。声势，飞机，取消对战模式，恢复围捕阵型。是，走。绳子够不够长就往下扔？够长啊！我跟萧月都目测过了，照着配的。萧月目测过了？目测过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何不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下去之后我得好好跟你谈一谈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你最近的思潮有问题。小心点儿啊！谢谢啊。你慢点，啊！哎，啊！
不是说萧玉目测过了吗？是啊是啊，目测过了。可是，哦对了，我们俩忘核对数据了。你的这根绳子应该是我配的吧？应该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是他配的，他配的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？抱着我呀。抱着你。把你这根绳子剪断，用萧玉这根绳子，咱俩才能一起下去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来来，我抱。啊啊啊！哎啊！刀给我。刀？什么刀？你别告诉我你没带。我真没带啊。我生命里怎么会遇到你这么个蠢货呢？帮我啊，把袖口里的刀拿出来。好。刘震，快往上走！开始闹事了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守好医生的职责，就算只是例行检查，也不能有半点马虎。我就是说说嘛，何必那么认真？哎，这是谁干的？肯定是温大夫。病情都到这种程度了，针灸还有什么用呢？小王。你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对吗？现在我们霸下镇的所有人，你只信任李从文一个。从侧面绕过去，小心一点。走，小王。命令一营按原定计划远距离押送。是。二营，看到他们过去之后，保持25米以上距离，同速引领。是。三营，清理现场，回送军械。是。不要被他行奸党。走。
李存文，你没看见他已经晕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行了，赶紧走。赶紧走，他们的人一会儿就都来了。早有准备了，只有硬碰硬的拼了。我们走。我敢打赌，他们决定清剿，就不会在乎祖成武的死活。你这是屁话！骂得好，你当我不值钱呢？长虎说的没错，戒严部队的最高长官已经不是你了。刘红，我问你个事儿：当初你有没有在吃石兰的醋？再吃，还酸得不行。谢谢。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拉出来吗？因为我知道，你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死去。我砍你个头！山炮，是山炮，越红白风。车，这顶不住了，车头危险，放！把眼睛给闭上。进来。